对阿米哥的宣传说，都倾听球员的心声，赞这是我想说的。大师兄合照必进去，粉丝比三有默契。有没有看到这张照片？大家很有默契，比出三的手势。林志正和背号二号洪一中到底有没有情节？他昨天举行转队后第一场球迷会，被问到最想跟西德拿米狗教练团说什么话时，他说出心中最想说的话：跟朋友、跟行政他们都是很辛苦，那都倾听球员的心声，这是每一个教练一样，我觉得每一个选手也是在跟这样的互动，这个球队才会越来越好。这是我想说的。林志升也说出他准备后的心情。去到出租车的时候，其实我是过得还蛮紧张的。我是说，小朋友今天穿全防的状态，我就稍微想告诉你，其实自己有吓一跳。林志升也在球迷会自弹自唱。动新闻做好报道。